Hey you guys,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Hi, 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刚洗完头发，头发没有吹，所以我就把它用这样的一个夹子夹起来，就是很有七八十年代的家庭妇女的感觉。但是现在这种复古风潮回来，我又觉得好像很好看。Anyways, today we're gonna talk about this.The principle of 163. What does it mean? I will show you. 今天呢要和你们分享关于我的工作效率最近提升的一些技巧和方法。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把它牢记在心里，并且大幅提升你的工作效率，同时又让我们的心理和头脑里面充满了安静、整洁还有平和。OK， 首先呢，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腰代表什么。如果大家最近有关注我的公众号的话，你们会发现最近的每天早上都会有当天的感恩日记和你们开始分享。那之所以要做这个，就是因为我想让我的一天从感恩的这种行为开始，它可以直接改变我的想法，直接改变我的情绪，让我带着这种期待美好，带着这种我知道我是美好的感觉去对待我这新的一天。那经常有你们问我是用什么软件写感恩日记的，这个软件呢叫做 Trello， 在这个上面你可以建立自己不一样的这个 boards， 叫做看板，然后在看板里面可以建立这些子卡片 cards， 然后在 cards 里面呢会有一个 checklist， 我会把 checklist 的每一天作为一个汇总，比如说11月1号啊，维多日记，然后下面我会写每一条 checklist 的内容，就是一条感恩日记。那我的日记也会和它结合在一起，所以这样的话，每次我回头去查看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分门别类的看着日期去对应当天我所感恩的事情。每次我需要一些情绪上面的这个振作的时候，或者当我脑海里面想不到美好的东西，他们就好像是一个银行一样支持着我回去看，哦，原来宇宙一直都这么爱我，我身边一直有这么多的美好，所以为什么以后不会变得更美好呢？他就会给我很多的面对未来的信心。所以这个是一，做好这一个一天，你就会从美好，从宁静开始。那接下来的这个六呢，来自于六件重要的事。那这个灵感呢，是从一本书里面，叫做这个梅林凯自传。梅林凯，大家如果没有听说过这个人，你也应该听说过这个化妆品的品牌吧。它算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做化妆品、做护肤品、做女人的生意的一个直销品牌。那它因为自己品牌的传奇性，包括它个人的性格的魅力，已经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美国的这样一个名字。所以在我看的另外一本书讲财富里面，他说可以去买一些这样的人的传记，看一看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想法。于是呢，我就买了这本书，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应的这个六的这个证据，就是在第十章3.5万美元的清单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一起看一看。在梅林凯一开始从事销售工作的时候，他听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，是关于时间安排的。这个故事里面呢，有一个效率专家，有一个公司的总裁。效率专家跟总裁说，你现在不用付给我任何钱，你只要让我跟你各级的下属每天花15分钟，我会教给他们一种方法。如果说3个月以后你发现你的效率和销售额有提高，那么你再付给我你认为值得的这笔钱。那3个月以后，他真的实现了销售额和效率的大幅提高。这个时候，这个公司总裁就给了他3.5万美元的支票，相当于现在的35万美元。所以呢，我们的这个梅林凯女士听完了这个故事以后，就觉得，那我也需要一个价值这么高的一个清单，它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的工作效率，以及我对于工作安排的脑海里面的整洁性。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，他提到在繁忙的日子里，看着数以万计的重要任务，就会觉得不知道从何做起，就会很容易整天瞎忙却一事无成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列清单，
但是列到最后发现也没有完成什么，也没有工作效率产生提高。所以这份清单解决的问题是会迫使你决定哪件任务才是最重要的。因为呢，在你列这六个清单的时候，首先是每天晚上必须列一份清单，写出第二天你要做的六件最重要的事情。接着要对这些事情的重要程度，把它们做出排列。所以记住这个关键词，第一个是每天晚上，第二个是列出六件最重要的事，第三个是根据重要程度把它们排序。这份清单力求简明扼要，不要过分热心地记下17件必须要做的事情，这一点很关键，因为你的大脑看到一个很复杂的任务，看到很繁重的这些 tasks，它就会想我不可能做完这些的。所以六个是一个很容易安排，大脑觉得啊，我只要稍微一努力，我就可以完成，我就可以获得那种就是 check your things off the list 那种的奖励和满足感。当你能够轻松地完成所有列出的任务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考虑处理更大的一些事情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需要用手亲自把它写在纸上，因为用脑袋思考是极其容易的，但是也很容易忽视或者是延缓去做那些重要的事，这是我们不希望的情况。而当我们把一切东西都列上清单，你要记得这些清单就代表是你明天一定会做的事情，大家记住这句话，就是不被放在日程上的蛋，呸，不被放在日程上的蛋，不被放在日程上的待办事项是永远不会被完成的。那还有一个呢，是每天他工作日结束以后都会安排好自己的书桌、工作台，这个也是我在家里会实行的。不管这天工作结束的多晚，或者我桌子上面有多么的凌乱，我一定会在睡前把它归置成一个几乎全新的状态，没有那些不相关的东西。所以每次我路过这里，它散发出来的气场和氛围都是向上、整洁、平静，让我可以静下心来，好好的把我的待办事项列下来，或者说去进行我接下来的待办事项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做这六件事的。因为呢，我们都知道看书只是读过是没有用的，记住也是没有用的，只有你做到。而且从当中发现其中的益处，这样你才算是读书了，这样才是读书有用的表现。OK，所以呢，我会拿这样的一个小本子，这小本子呢不大不小，而且是彩色的，比较可爱。关键呢，它是可以这样一页一页的撕下来。所以呢，我会在每天睡前的时候写一下我今天会有什么事情要做，就比如说这个是今天的单子，那我要里面写怎么样去开某个证件，然后我还有15分钟的运动要做，我还要录今天的这个视频，然后我还要背晚上的课，以及我晚上和一个意大利的朋友要一起练习口语的电话。那当我写下来这些以后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上面排的东西不多不少，你看到它，你也没有紧迫的感觉，你就会觉得 OK，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我想做的事情，就是这种。I'm at ease，就是我很自在。当你觉得这样的感觉围绕着你的生活，你就更有脑袋的带宽去注重在对你真正重要的事情上。如果你听过二八定律的话，他们在投入和产出上也是成立的。很多公司或者是企业，包括营业的这个个体，他们在20%的项目上可能赚了80%的利润，而在其他80%的投入上可能只产出了20%的利润。所以我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，我有什么精力是放在那80%上呢？我又有什么精力可以更多的投入这20%带给我80%利润的项目上？OK，那我写完以后会把这一张撕下来。接着呢，我有一个以前买东西的时候送的小支架，那这样的一个支架可以放在桌子上。于是我就会把这张纸靠在这里，放在我的笔记本电脑边上，像是这样。
OK，然后它就会带给我脑海里面的那种平静感，看一条画一条，就感觉很爽。OK，好，最后的一个这个三呢，也是我实行的一个新的习惯，我把它叫做睡前三问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每天在我准备写这六件事的时候，我还会再做一件事，就是我写一写今天我有什么三件事情可以做得更好，可以改进的，可以反思的地方。就比如说，我把我之前写的给你们看一下。那记录这三件事呢，我也会把它记在我的 Trello 里面。所以我的 Trello 相当于是我的感恩日记、我的成长日记、知识日记的整体的一个集合地。OK，那跟你们念一下啊。比如说11月5号，我的三件事是，我以后呢要一周有2次出门，去咖啡厅，去一些不是家里的地方，这样让我更加能够收集灵感，感受人气，可以专注的去做一些事情。那有的时候在家里面，我很难集中注意力，可能一会儿想着这个没有做，一会儿想这个没有做，啊，一会儿想吃口饭吧，一会儿想吃个甜品吧。总而言之，时间过得很快，但是我的创造力却无法。OK，然后第二个是我意识到，我其实可以一天就做2次的饭，就是。早上做一次简单的，几乎不用动火。那中午做饭，晚上就只要热一下。这样的话，晚上的厨房就会保持得非常干净。因为我有的时候下午录视频，然后晚上如果再做饭，还要上课，这样厨房就会很乱。每次看到它，我就觉得乱糟糟的。所以我会把一些比较繁重的活，比较看上去容易乱的地方，我在。这一天的之中就把它先解决掉，这样的话，这一天我就觉得过得很爽，就这个词。OK，那第三个呢，是现在天冷了，所以我不是很想出门走路，于是我就决定早上起来15分钟，晚上睡觉前15分钟，开始锻炼啊，拉伸啊，做一个每天的小小运动，都会用我的定时器在旁边，这样的感觉。特别好，以后和你们分享，就是用计时器和用手机，虽然都有计时的功能，但是用计时器就会真的给你一种要抓紧时间干某件事的感觉，你也不会被，那个手机上面的各种信息分心掉。就比如说我以前锻炼的时候拿手机定时，啊，可能我想啊，那就拿手机先找首歌听吧，呀，找着找着歌没找着合适的，这个时候来了一条微信，然后开始回微信，后来我想啊，再刷一下 B 站吧，再刷一下微信，然后时间就过去了。所以我现在就买了一个小钟，我只用它定时，突然觉得哇，我就15分钟，赶紧做完，做完就可以做别的了。OK，好，那11月6号我总结了什么呢？比如说第一个。针对我的便便的，我说只要是有便意就快点去拉，这样可以快点结束，不要玩手机。第二个是手机在工作的时候放在我的手的范围以外，这样的话它即便是有信息我也听不到，我也不想理它，我要专注地完成我的六件清单。第三个是我可以边看电视边把瑜伽垫铺在电视的这个面前，一边看一边举腿啊，做俯卧撑啊。一边健身，OK。然后11月7号，我的三件事是：上课的时候要准备作业，最好用填空的形式，更有互动感。然后第二个是吃饭用小碗吃，而且不要看电脑，不要看视频，我会放一些古典音乐在餐桌上好好的吃饭，这样的话就会避免吃得很多，导致后面的精神就不太好。OK，那下面一个就是确保我要买水果。其实我是虽然吃饭我会吃很多的绿叶蔬菜，但是我不太吃水果。就我们家里好像就是不太吃水果。那今天我看了萨古鲁的一个视频，他说确保我们是在吃水而不是在喝水。他就讲喝水很多的话，这些水会稀释我们的血液，有一些微量的这些营养素到达不了我们的大脑，同时我们还总是会想去厕所，其实身体是失水更多，而没有真正的补充进来。他说这句话有戳到我，他说我们吃的东西含的水量应该比我们身体自身的含水量要高。
他说如果你吃干的东西再去喝水是没有用的。所以我想了一下，还真的是这样。虽然我在北京，我觉得我喝了很多水，但是我尿的也很多，而且是喝了一阵儿，没有多久就要去尿了，然后感觉我的嘴巴就更干了，而且我还经常要用润唇膏。可是我想了一下，小明为啥他的嘴都不干呢？而且他喝水也很少，经常骂他是个骆驼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所以我就反思了一下，我就打算以后每周要列出来一笔预算，去买很多的水果，把它们切成小块，放在一个小碗里，当做是我的水的供给。所以这以上呢，就是我最近几天的睡前三问。OK，那我这一个月去做总结的时候，我就会发现，哦，我这一个月原来进步了这么多。有一些生活上面的东西，你不注意，他们就会一直延续下去。所以之前经常跟大家讲的一句话，就是你的注意力放在哪里，哪里就会增长。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163原则，你会看到这个幺是让大家把注意力放在美好上，放在拥有和感恩上。那这个六是让大家把注意力放在对你重要的事情上。那这个三是把注意力放在我们怎么样去进步，怎么样改善，怎么样做得更好。所以之前我就跟你们许诺了吧，开始这个163以后，你的生活一定会多更多的整洁、平静和平和，还有满满的幸福感。所以希望你们和我一起加入这个163 Club。另外呢，还有两件事要跟大家汇报一下。那一个呢，就是加我们的维多之家的微信群，就只要在 B 站输入"进群"这两个字，就可以查看怎么样进群的方法。那第二个呢，是我会在一个软件上开启维多的彩虹国这样一个全新的项目。这个项目呢，是每周四我们会一起在晚上7点的时候直播半个小时的读书节目。每一周呢，会针对一个不一样的主题和大家进行读书，进行心灵的洗礼。为什么要专门做这个？就是想和大家除了在视频、在群里、在公众号的交流以外，能够和你们在直播里面用一种实时互动的方式，知道你们在想什么、需要什么，有那种我们真的是云闺蜜、云朋友的感觉。OK，所以请大家下载这个软件，叫 CC Talk，在手机上、在电脑上、在平板上都可以用，只要搜索维多，然后去关注我有一个免费的课程，叫维多的彩虹国，在这里面就可以啦。那从这个周四，也就是11月几号嘞？12号。OK。所以呢，从2020年的11月12号这个周四晚上7点就会开始第一场的直播啦。第一场的直播是关于路易斯海的《启动新的力量》这本书。那我读的会是什么章节，会以当天抽签的方式来决定。我就会闭眼，然后指到一个章节，指到哪一个，我就觉得是宇宙想让我读给你们的内容。所以一旦订阅了这个俱乐部以后呢，你就会看到接下来一个月的直播内容的安排，读什么书，进行什么思考。好了，那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希望你们和我一起成为163的成员。再见了，朋友们，下一期见。嗯，记得生命爱你。